您好，这是您今天的消费890元。来，1000块不用找了，谢谢您。你好，这是你们今天的消费，8个人加9，总共5489元。哎呀，贵了，我先了，我先了。你就掏管最好啦，我先给别人了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里没有签单的服务哦。赶紧出来，我赶紧给你洗了。我已经看装潢有啦。哦，我们这里是新开幕的，都是全新的装潢哦。我们不一样。小姐，今天一百，月资一百。小姐，请你下班。怎样？没有亏了，买500没有送2粒。啊，买100有没有送77芦笋汁？我们现在300有合照，500可以加 LINE 哦。我们不一样。来，麻烦一下，证件一下。我没有，看一下，配合一下。大弟，我赶时间啦，吓！你要去哪里？我头前的地行啦，吓！我知你辛苦，拍摄啦，吓！较紧点好不好？吓！我赶时间拍摄，拍摄。来，明权在干嘛？来，证件拿出来配合一下。我好写给啦，好写啦，还没有了啦。来，态度注意一下，这边不爱迷路。快去一点，快去一点，来，证件就拿出来，证件就拿出来，来，证件拿出来，不要靠近我，不要靠近我，不要靠近我。双开锁，双开锁。好了，我想要结婚的，趴下，趴下。我当时不要高兴，我不要高兴，我放下，放下，双手放手，我干了。我们都一样。鸡巴，你塞车塞进来，你敢来？来，你要老领导的要啦，敢来哦？鸡巴，你塞车塞进来，你敢来？来，你要老领导的要啦，敢来哦？来，你提什么？你提什么创啊啦？我上早你做两个，你多钱啊？解决代志哦啦！提什么创啊啦？落车啦！好啦，我来讲啦，少年人赛车唔好遮勇猛啦。今天知道哦，迄大主危险的，大家拢爸母饲的，啊爸母会烦恼，你知道？咱赛车豆豆赛，莫讲，无啦，可能我嘛有较唔对的所在啦。我拄仔可能我嘛，我拄仔嘛咧看手机啊。啊，大家拢唔对啦，嘿啊，无啦，我对你较歹势啦，嘿啊，啊，无啥代志，无啥代志啦，吼。干啥？我去旁边查。你敢怎来讲话哦？别啊啥，干咩撞啊啦？干只卡落去。等下我处理好，啊，等下头前个有车，咱妈顾，来，等下来，过来哦，啊，等下顺行，吼，看啦，吼，啊，有影走来呢，吼。嗯。哦，等下来。